Hello， 是我。最近没有什么拍照片，因为我打算买了相机先才拍。我买了什么相机？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，就是我新买的相机。我用手机拍给你们看，就是这个 7D， yeah。 OK， 然后我声音有点沙，因为前几天我就跟朋友们一起去唱 K， 然后就很疯狂的唱，我唱 K 就是很疯狂的，然后就声音有点受损了，声带有点受损，然后就现在在康复当中啊。然后你们看标题懂我要做什么啊，就是一个有危险性的东西来的，所以我决定要去一下你们男神阿元的家，跟他 discuss 一下，看要怎样搞这个事情。这个是我第一次做都市传说影片啊，所以是会有点紧张，然后希望不会有什么事情啊。然后现在我要过去阿元的家，然后跟他 discuss 一下所有的步骤啊，看有什么进展这样子哦。OK 啊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过去啊，时光转流，欢迎来到阿元的房间，噔噔。嗨。OK， 废话不多说，我现在就跟他谈一下一些正经事情。OK， 经过了一番讨论过后，然后再参考一些其他人的做法过后啦，我们知道那步骤是这样了。去楼梯的时候就是顺序是426215，然后最后第五楼会有一个女鬼，就是一个女生会跟我讲话，然后我不可以理她，她会走进来。哦，她会走进来。到最后第五楼的时候，电梯门一开，会有一个女生走进来，她会问你要去第几楼，说你不要理她，就是不要理她就对了。然后理他的话不会发生什么事啊，不过就算我遇到，我应该也是会照着步骤这样咯，就是不会要理他，因为我也不敢跟他讲话。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按一楼回到楼下跟我们 meet， 可是如果当你按一楼要去楼下的时候，可是电梯去到十楼的话啦，这时候你有两个选择，一就是走出电梯从楼梯走一下来，第二就是跟那个女生一起从十楼下回来一楼。你们觉得哪一个会比较好玩？都很恐怖，好不好 ？All the best， all the best。现在还早，还早，天还很亮，所以我们等晚一点先。我们要等差不多凌晨的时间。Yes， 所以我们现在先 skip 一下，等晚上。有些我们来到了这个 building， 这个是传说中我听朋友讲的，就是它的 lift 啦是有问题，然后是非常恐怖的。本来是讲那个顺序是有十层的，可是它这个 building 只有七层，然后我们来 test 看七层可不可以，就是可能会遇到什么事情这样子，我们试试看。突然觉得有点像拍怪谈这样。那 lift 就在里面吧，我现在过去了。我怕蟑螂。这里由于太多人用了，所以我们要换一个场地先。时间也是拖到两点多了，就是凌晨两点多。我们去另外一个 building 看有没有比较少了一点。现在听到那边有叮叮那种声音啊，我也是有点怕，因为我听朋友讲这里有很多那种神庙啊，帮那种东西超度，然后住在这里的居民也是有，我也是听说过他们讲啊，然后是有点怕了现在。我现在突然间起大风了喂。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在 lift 里了，然后记得那顺序是426275，我要进去了。我要进去了。小明进去过后，这里的风突然间越吹越大，我真的觉得。
我觉得真的有很不祥的预感，希望他平平安安的、啊，都不懂做啥，无端端跑去拍这种片。十号，这里没有这样高楼，这里有八楼哦，所以等一下我可能会上八楼，因为这里最高是八楼，没有十楼，所以我们也是要 test 的。好，那个门开的时候有点怪，应该是八。现在真的是只有我一个人吧，然后这里很黑，很暗，这里感觉很奇怪。哦，终点来了，往下去是五楼，也就是我们传说中要去了一个最终点的地方，超恐怖。是没有事情啊，可是后面不是有很大的空间啊，那个 lift 它是长形的、啊、然后我就觉得后面好像都就有东西看着我这样的感觉，不知道怎么了，他们不是从门里面进来的感觉啊，他们是已经好像在已经在里面看着我的感觉啊，他后面很长啊，所以我站在前面哦，所以我就觉得哇很恐怖，超恐怖、哦、哇这第一次啊，真是幸好是没有发生什么事啊，哇真是很恐怖，这么还自己一直开二，错了，回啊，然后真的是很怕，就不建议大家去尝试这样的东西啊，因为真的是很恐怖。要尝试的话啦，还是不要尝试比较好。然后大概就到这里吧，哦，影片。然后就是真的超恐怖啊，然后就千万的不要去尝试这种所谓的都市传说啊，因为真是太恐怖了，还帮我打灯。Peace。